关民众报案，28日傍晚，本辖东风路上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车窗遭钢珠弹击破案，警方获报后相当重视，立即派人到场采证。他这两个是案发后才坐在那个凶手的车上，所以经扩大调阅监视器，本分局在一个小时内在平镇区中丰路上拦截三名嫌犯到案。至于详细犯案动机、枪支来源及有无涉及其他嫌案，警方正积极调查厘清中。